哈喽，小哥哥，蛋挞怎么卖呀？哦，蛋挞是2块钱起，那个是红豆，红豆，葡萄干，肉松，然后是草莓，这草莓都是鲜草莓啊，巧克力是德芙的，这是榴莲，榴莲都是真的榴莲肉啊。哦，这是鲜榴莲的。这是冻的。这一共多少种口味啊？一共是9种。这是蓝莓的。对，这是蓝莓的。这都是用的真蓝莓果。对，真的蓝莓的。这是什么味儿的呀？那个是芋泥的。啊，还有芋泥的。对，这些就是原味的，什么都不放的。那我能用原味解锁一个新口味吗？那个可以。又多了一项新业务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。你真的确定？确定。这个是您的这个咸蛋黄口味的，我给您放在了 CV 上。每个蛋挞的口味上面还有一层相对应的果酱，我的天哪，这简直就是双重快乐呀！找到你的咸蛋黄口味了吗？这个是呗。对，最耀眼的就是我每个口味都要了一个，这不快乐就来了吗？突发奇想解锁的新口味，看起来还不错。咸蛋黄口味的蛋挞，你们觉得它能不能好吃？哎呦我，这哪个女生能拒绝呀？